爱情的第一步就是让对方先把你记在心上，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。拿着。朱丽叶小姐，我可否请你跳第一支舞呢？赵先生似乎对我很好奇，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在哪里见过，我还不知道小姐的尊讳。我叫金玉荣。我打听过了，您说的这位姑娘尊讳玉荣。玉荣，我走吧。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不知道你今天是否有空同我吃过午饭。可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。哎呦，今天的事情我向你道谢。那你可未尝试的希望。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少点胡言乱语，还能少惹人厌一点。别动。今天我在这里宣布，金玉荣就是我的女人，遇到她是我的福气。我命令你试试。我说了你不要再碰我了。往这儿打。你就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谁喜欢你？明明是你喜欢我，却让别人在报纸上乱写。你今天要是不把钱交出来，我他娘就敢做了你！你想做了谁？有人花钱买你性命，上路。干什么？